是的，欢迎收看《百战百胜，战无不胜》。我们是亚洲帅帅，反对我们，没关系，没事情。我们是 Rocky Boys， Rocky Boys 孙生。对，是我阴阳眼吗？没看错，没看错，真的这么多位，好像桃花源。对啊。我先讲有哪些礼物要送给大家，分别有签名的 CD 一张，六张，六张啊，签名海报有十张，带福袋，福袋，哎，福袋两份，这个福袋我再介绍一下，当然福袋是女生只会化妆，不是化妆品，酱油，特别的，助在北方生存，健康补助，老少咸宜啊，妈妈也可以用哎，但是听说你们有美乐团长，像那个乐音乐啊。我的乐器是笛子，然后就一根的，那像邦邦呢，他就是两条，他两个。哦。我们也来当美乐团长。好啊。你们就两个。越来越幸运。好，我们也要。好的，六月泉已经在年底正式发行我们首张同名专辑《六月泉》，这是一张很特别的专辑，里面有融合了流行音乐跟传统国乐。那除了音乐上的创新 ，MV 中我们也有大胆的挑战，就是同时唱笑跟弹奏乐器，所以这是比较特别的部分。然后 MV 跟精彩的花絮都有收录在专辑中。那专辑中有附赠我们的 DVD、DVD， 还有每个人的个人的小卡，每个人的小卡，好精致，应有尽有了。背面就是有我们亲笔写下对歌迷朋友说的话，对。对，我想听看所有乐器的合奏。好，这个威力不得了。好啊。专辑哦，分享哦，谢谢六月泉。